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干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。小郑，我们今天来露营啦！你看他穿的是不是很像露营？好，我们现在过去露营地，我们先看一下早期上山的视频。哇，车震咁啊，开到，我又唔嚟啦，我唔敢嚟呢啲山区露营啊！呢啲系咪应该行上嚟？冇人揸车上嚟噶嘛？真的噶，斜噶，知唔知依家九廿度啊，大佬！哦 ，Oh no！ 唔系，你特斯拉开上嚟。真噶，终于到啦！哇哇，唔系我手震啊！真系有人咁样开上嚟，超夸张那个路。我们今天呢还约了一个神秘的深圳朋友啊，大家应该很久没见到他了。然后呢，就买了一个生日蛋糕，因为他差不多是这阵子生日，我还记得带过去。这一个计划呢，也是一个新中年计划来的，写以后超的生活，然后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在大湾区怎样实现啦。咁今一集咧就系嚟到呢一个露营地，试下体验一下露营。其实佢都唔算露营嘅，系半日游咁样咯，去营地半日游咁样超下。今天的露营地叫做 Unburdock Outdoors， OK。系啦，喺呢个入口入去，除咗条路超难开之外咧，其实其他嘢都可以嘅。哦，仲要揿钟仔。咁得意嘅，好窝喎，成个感觉。Hello， 唔好意思啊，约咗两点六点先到，系咪结束啦呢个活动？结束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欢迎。请王爷介绍下今日嘅场地啊，因为佢搞嘅。今日咧，我哋个露营嘅活动嚟嘅，到个深圳南山西丽一个山度，即系后边呢个山咧就阳台山森林公园嚟嘅。系啊，呢度啲環境就很好嘅。然之後咧，呢度有一個營地，咁活動進展咗一半啦，已經一半噶啦，係啊。有早前嘅畫面睇。我哋啲活動咧係有啲，比如抌沙包，係親子活動，抌沙包，你抌喺邊個數字就有幾多分，係啊，你可以遠啲噶，我玩咗成個下晝噶啦，即係啲小朋友，係啲小朋友咧兩隻腳伸喺入邊咁樣跳。比賽由呢邊跳到去嗰邊，呢啲活動係要自己組織係嘛？啊，係嘅，搞手搞，係啲嘢都係自己買嘅。這是什麼湖？這是個水塘。這個是可以玩的嗎？可以玩一些水上的活動，然後也可以釣魚。有沒有帶魚竿？沒有。這裡魚還挺好釣的。沒有帶魚竿，可以放風箏這裡。對，這裡可以放風箏，那邊很大一片場地可以放風箏。今天也沒有下雨，然後這裡可以露營是吧？对，都可以搭帐篷，这边都可以。这里帐篷一个位多少钱？平日的话就便宜很多，100多、200多都有。啊，就是租一个营地，然后对，有提供水跟电是吧？有水有电，还有的冲凉，对，热水冲凉，热水的冲凉，那边厕所搭得挺好的。去睇下呢度先，有间屋仔咁。啱啱上嚟嗰阵时，我觉得呢度好荒芜。上来感觉不一样。系，好荒芜，好似村咁，但系上到嚟又 OK 喎。呢入边有咖啡。佢啲建筑又 OK 喎。入边可以饮咖啡，佢有咖啡机。好靚啦！呢邊係沖涼嘅，呢度係廁所。係呢邊有沖涼，沖涼有冇睇下？可以嘅。有冇燈嘅？咁就唔係好貴喎，覺得啊有啦，沖涼房可以塞到兩三個人啊。我發現這裡竟然是用這個戴森吹風機，是真的耶，正版的耶，好膽本啊！戴森吹風機全部都有監控嘅喎。係。有木頭台的營地，很安全喺邊。但係我覺得佢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好似冇咩景咁樣，佢就係山咯。係，即係有唔同營地有唔同嘅主題。哦。咁呢邊就環境會好啲，就山係空氣啊點啊清新啲。如果攞水就喺呢度攞。係呢邊有水，然之後營地嗰附近都有水嘅，即係營地嘅附近都有水。呢啲都有水。係。咁呢啲係人哋自己嚟係嘛？係係。即係第二天嘅。係嘅。哇，好超喎！这里有一个那种服务厅，还有电视看，就下雨天可以进来。我觉得他们那个器材还挺好，还有 WiFi， 还有酒提供，酒吧、咖啡什么的都有，好超！我哋今日嘅主题系新中年啊，
阿王爺是不是都是新中年啊？算了啦，已經三十幾歲已經算中年。你覺得新中年的一個生活態度是怎樣的呢？比起即以前可能我哋本身認知的中年，可能要幫手湊孫啊。呢邊好卷喎，知唔知卷呢個詞？知係啦，好卷啊，真係好卷。新中年呢個年紀，可能就是半退休狀態，應該拼事業的都拼完啦，然後可以有一個比較小資少少嘅生活。冇喎。冇啊！冇啊！小知唔到啊！依家仲喺度拼紧喎。拼紧。我们现在呢，请这个营地的小姐姐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营地的特色啊。Hello， 欢迎香港的朋友来我们 Unplug 营地玩。然后我们是位于深圳的阳台山，在我们的小程序 Unplug 里面去预定我们的营位啊、场地啊，以及包括我们的一些活动产品以及我们的餐饮产品，要不要去参观一下我们？这个超靓，点解有花嘅仲？哇，好多小朋友哦，即系是一个放娃、放电的圣地。即系我哋有啲嘢食，系有牛腩、有卤肉。啊，平时王爷仔面系唔喺度嘅。唔系，佢哋合作先喺度。系啦，卤肉，然后就是牛肉酱。就是跟店里的标准是一样的，罗宋汤，有点像那种什么咖喱美食，不买个炸炉过来，哇，靓喎，有炸猪扒同埋，哇，好得意啊，猪肉。咁你哋啲材料够噶啦，系，诶，仲有泡谷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猛男烤肉的颜值担当，哇，超大只，这个真的是，对，可以介绍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过去给我介绍一下。这位是我们王爷之面猛男烤肉的颜值担当大蘑菇先生。现在大蘑菇先生正在热牛腩，这是我们店里做好的牛腩，然后拿过来这边直接加热就好了。然后主食就是面。对，主食也是面。听说还有汤是吧？罗宋汤。那听说还有炸猪排是吧？炸猪排在这边也是现炸的，现在也可以做。那你要吃多少面？我现在来下面给你吃。这里呢已经是落好了个面了。美女厨房。然后呢就呢度滚一滚佢捞面喎，呢个真系好似嗰啲咩美食片咁。好，阿 Sam 生，你想食咩面？拣啦，要咖喱啊，要罗宋汤啊，定系要呢个肉燥啊，仲有呢个卤肉啦，仲有呢个牛腩。呢个好似好肥好正喎，我今晚就系食呢个就饱咯，熟噶咯喎，酥肉。我其实露营食呢啲嘢都几毒下喎。你望我以前露营系食咩噶？系鸡粉炒青瓜，之后加啲咖喱汁啦。哇！牡丹也可以来一块。哇！好啦。哎呀，好有 feel 啊！好香咯、啊，因为佢有啲花喺度。一碟卤肉饭，好咸，佢就系适合捞饭咯。佢呢个炸小酥，脆噶，夹味。啊，我觉得小孩子走了才是天堂啊！他那个氛围感很好，很 chill 啊，食啲嘢咧。就其实自己选择嘅啫。我们那个朋友应该快到了，等一下去接他。我哋而家咧就插蜡烛，咁就因为佢哋就嚟收工啦，所以我唔想阻住佢哋时间啦。妈妈好好玩啊！是啊，我们要去开车了，是不是？好玩，好玩啊！好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君宁。王君宁。宁，哇，这么难念。王君宁。都是 N 的耶，这是王爷跟他女儿，气氛小组。快点啊，快快啦！你点着嘅全部？点唔着啊？你又咪着咯？佢到未我都唔知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许愿吗？许愿，好。OK， 哎耶！我们现在呢为披塔宅做一个渣男的红茶，送给渣男。四块系咪？掉落去。有辣椒吗？好矮哦，这个。没力气。是不是好了？妈呀，渣男！可以，够了，够用了，打包送我了，对。完成了。这是什么猪排？后切吉列腿，黑了，飘起来了，黑了啦，老板，很黑啦，刚刚那个就很焦，隔篱嗰啲，
好吃。鸡扒、爆米花，油倒进去，不用太多。够。你要加糖焦糖味的是不是？对，加糖。好了好了。现场爆米花，还加黄油。黄油的目的是为了香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上爆满。我、哦、这个真的好好露营 feel。以前我这些是焖饭。来泡锅。可以吃了这个。好的。小心。怎么样？脆吗？脆啊。啊，我就不吃了，不好意思。别叫王爷。戒糖，戒糖 ，sorry。你这样不行哦。有脆。试一下嘛。不会的。嗯，还行吧，就那样。就白糖的味道。啊、这么弹下去的吗？有泡菜吗？你们要尝一点吗？我要泡菜。可以。好香啊！我想见到以前露营咧，真系食呢个鸡粉炒青瓜噶，仲要食肠仔饭。怎么样？那、泡菜挺好吃的。是很香哎。看我们今天露营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就点赞、关注、分享哦，再见。再见。第一次来。你第一次露营？对。其实这不算露营，这叫营地。哦，对。野炊，野炊。野炊，我以前的野炊就在田上面的吗？哦，这种这么精致的还是第一次来，就很小只。嗯，环境很好，好看。觉得这种露营地怎么样？你身为一个深圳人，你在深圳待了那么多年，你有露营过吗？你就说我身为一个深圳人，你有去过露营吗？营地也没有玩过。你觉得秋吗？啊，秋，秋不秋？秋不秋？秋中文是什么啊？写意，写意吧，应该是。那你觉得如果生日会开在这里，是不是很浪漫？女生应该会很喜欢。真的、啊，我觉得女生可能会，男生可能对就配合不到。没有，刚刚他说要请一对 band 过来才有气氛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还好，还没玩就结束了。下次可以搞晚点。我想要成人的啊，成人的 party。对，不要，就是没有十六岁以下的。因为今天都是亲子乐园、啊，对，亲子乐园。啊，要穿衣服了是吧？对，女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， 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不能说的。啊，好吧。那你就用手吹吧，不要用嘴了，不然等一下大家吃。生日快乐，好耶！切蛋糕，干杯！那你的生日今年哦，今年所有人的生日都会玩。好吃吗？有没有巧克力？你要多少？你要多大？哦，加冕。哦，加冕成王。可以可以。要说什么？生日快乐！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